也让 Coco 感动不已。难得与歌迷见面， Coco 还贴心的让 fans 有机会与他一起合拍大头贴。我觉得如果跟他们一起拍照，而且他可以贴到随身贴，或者就是贴到他们喜欢贴的地方，我觉得这样更有意义更特别啊，希望送给他们的一点礼物啊。本尊难得现身，不仅让 fans 将现场挤到水泄不通，也让大批平面及电子媒体通通得在夹缝中求生存。镜头不是被 fans 挡住，就是出现有台的摄影师工作的画面， Coco 的超人气可见一斑。 SET 新闻陈欣怡、陈建宏采访报道。况之下是无法抽空来台进行宣传，不过在得知了专辑在台销售家贫如潮，因此用尽方法来台，而近半年才这么一次在台湾歌迷们面前现身，也难怪造成了签名会广场上的人山人海，甚至让附近的交通一度瘫痪。巧连外国的媒体都来台为 Coco 的人气做见证，身为台湾一份子的我们也庆幸沾上这位华人之光。有要求要我讲英文。Oh, okay. Okay. Hi everybody, this is Coco Lee and I'm in Taipei right now doing my autograph signing session in Taipei with all my fans right behind me. Just to show you how excited I am here tonight, I want to show you how many people are here. Yeah, a lot of people here today and I'm very...不过此次 Coco 签名会上的人潮来的实在太多了，唱片公司索性把拍大头照的机器给搬上舞台，让辛苦的 fans 是有机会和心中的偶像合照，相当贴心。虽然这一次的签名会唱片公司并没有安排 Coco 歌曲上的表演，不过难得来台的 Coco 并不担心，原来配合专辑当中舞蹈大赛的活动， Coco 届时将可大显身手，一展歌喉，因此喜欢听 Coco 唱歌的朋友到时候就可一饱耳福了。我好像在20几号那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 party， 那在这个 party 上呢也会有很多的演唱。吴胜伟、郑清华的采访报道。听到了歌迷的呼唤， Coco 李玟放下手边英文专辑的录制工作，特地从美国搭机返台。这个时间本来就是应该在美国录音的，那因为公司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很多歌迷在希望 Coco 可以回来台湾跟大家见面，所以我就跟制作人说我要可不可以回来呀、啊？跟他 sign 一下，然后他就终于就答应了。那看到很多的歌迷来到支持我，今天非常的感动，很开心，也要谢谢上天没有下雨，也天气没有太炎热。早上就下雨了、你们早上就来了？昨天就来了。Oh my god！ 就来了。我现在听到有一些人3天前就来排队了，我听到。Oh my god！ 谢谢你，你在哪里啊？等一下亲一下好了。虽然贵为天后，在受访时却仍不忘贴心的随时转身和歌迷互动，无关乎现场会挤进这么多死忠又热情的歌迷。而 Coco 在接受国外媒体的访问，也忍不住介绍这群让他引以为傲的台湾歌迷。 I want to show you how many people's here. Yeah, a lot of people here today and
随后 Coco 更和幸运的 fans 拍大头贴，并开启签名会，贴近他口中最 sweet 的歌迷们。新闻科强许志伟、蔡家珍采访报道。